今天是拍我们第一集第一场戏，对不对？重场戏，重场戏，是你的出场戏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光谷小兔咖啡馆，寂寞时光咖啡相伴，来一杯小兔咖啡。开工，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着？我今天穿着就是小兔咖啡的装扮，小兔咖啡服务员的装扮，有兔耳朵，但是我们真的是短袖。你要不要跟观众说一下现在到底几度？我不知道几度，但是我们在定妆的时候，他们告诉我，他们给我们配一个长手套，结果今天来了以后是短袖的，所以我们被骗了啦。大家都是短袖，所以我也是短袖套，没有关系。拍戏很辛苦的。拍戏。导演组在这里，几乎演员组的演员。太烦了。他在拍，讲什么？笑到一回。刚我在夸他，因为他比较不自信。刚我在夸他，就是说这衣服只要伸直一挤，腰一勒，还是 OK 的。他们没事，他们都来。他们是不是？挤一挤都有了。太过分了！哎呀！要爬出爬到马路对面去了。哦，那边车道。哈哈哈哈哈！看气。哈哈哈哈哈！老板，给我上点肉，鸡蛋，多蛋，再放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，我妈都谢了。觉得导演还在整你。导演他们每次都说得很轻松，这样演这样演那样演，其实这种戏很难的，他们觉得这样演很假很假很假，让自己来演试一试。完了完了，这一咕噜掐了别播啊，尤其不是那个表演，就那个人。好好好，接着您跑好跑，小点到，所以你转身你要这对，然后就是人家晕车，晕出之后，好吧，你要吸气，我要吸气，很高哦。回头再看看，直接就跪下了，真的跪下去了。可是，所以我告诉他，那次很像，就憋得特别好，很像，会不会痛？啊，没事。等一下，继续站。会不会痛啊？你没事吧？导演，你太假了吧？包包，来，关机，关机，演员。包包，哎，你看，要换吗？弄内衣的时候，先看左右没人。从上面挪还是从下面挪？那你这样子两边这样扶一下就好了，对，左右扶一下就好了。伸进去有点丑，记得做这个内衣调整动作一定要看周围有没有人。对，好。你调整完自己要那个一下，调整完，然后再舔个舌头，有信心。嘿嘿 ，yes， 对。那看他桥东桥西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害羞，害羞。因为之前我有做过这件事情，就是照镜子，后来才知道车子里面有人，很丑。